哥，老大又一个人快活去了，这当初就不能建一个废料处理厂吗？废话，建个废料处理厂不要钱啊，要不是老大，咱们现在还在工地上搬砖呢。哎呀，我就是说说嘛，但是我觉得这搬砖啊也比这昧着良心强啊。别废话了，赶紧的吧，这里啊我一刻钟我都不想待了。后天是咱娘的生日，咱抓紧时间干，你准明天回去好吧？好，时候不早了，干活吧。好吧，自从我们进入这片树林，除了植物，什么动物和昆虫都没看见，真是太奇怪了。而且从刚才开始就安静得有些可怕，连虫声和鸟声都没有。这以前也是这样吗？我以前经常来，不是这样的。我看天已经黑了，不然我们先走吧。你快看，这是什么？是蜘蛛丝，好多蜘蛛网啊。怎么了？在刚才那个工厂也有一片蜘蛛丝，但这个量却不是普通的蜘蛛吐出来的量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大蜘蛛的传闻是真的存在？这不是重点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赶紧离开才是。如果真的有这种体积的蜘蛛，说不定连老虎都能撕裂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你不是蜘蛛专家吗？还是不相信有这种体积的蜘蛛存在？而且蜘蛛网也是可以做出来的。这个怎么这么粘？等等，这样粘的时候会粘住。那这怎么办呀？